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收到的这张50美元的来自于加州煤气公司的支票。另外呢，我还收到电力公司75美金的 credit， 也就是额度，可以抵我的电费，所以呢，一共是125美元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 Chris Liu。最近我家换空调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新的空调控制器。这个东西呢，原价是120美元，后来打折是99美元。结果呢，没想到我买了这个之后，竟然还赚了25美元。这个新的控制器已经被我装上去了，把原来那个圆的换下来了。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么买的这个。首先呢，打开 Home Depot， 然后咱们搜这个空调的控制器。这广告怎么出来了？把它关掉。OK， 这个控制器呢，你看有99的、169的，不同的价格，什么样的都有。咱们呢去找下面有这种标志的控制器，你看这里会显示的，买了以后可以拿115的返现。咱们点开看，它其实是分两个，一个是呢南加爱迪生的，这个是电力公司，还有一个是南加的这种煤气公司。看到这种标志你就可以买，买回来以后呢再去申请这个返现。我们打开这个南加爱迪生的看一下，你看它下面会有，就是你买一个智能的这个控制器可以得到最高75块钱的 credit， 就是额度。这个煤气公司的呢，这个可以得到50块钱。这个支票我都已经收到了，希望这个小技巧能帮到你。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咱们下次接着聊。